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来讲 if 判断句啊。if 这个在中文翻过来就是如果嘛，我看它的语法是这样子，就是 if 然后有两个小括号，然后它的程式写在这个大括号里面，好吧？啊，if 小括号里面就是放的就是判断句。假设说，今天我说，如果 a 大于二，看现在的那个荧幕上是 a 是十七嘛，a 大于二这句判断句是正确的，所以它就会跑它下面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，OK 吗？假如说我今天说 b 等于六。这不正确嘛？如果它不正确的话，它就不会跑下面程式码，好吗？它就会跑正确的话，它就跑 else 这边程式码。就是说，如果否则嘛，如果这个条件成立，就跑下面的；如果这条件不成立，会跑 else 里面的东西。懂吗？else 就是否则嘛，其他的东西。else 就是其他，好吗？好，假如说我今天说，如果 a 大于四的话，就我把这个 zero print 移到这边，就 print 二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的话就 print 三。这样，好，可以打，可以先看什么意思？看，好，先清楚。它一直 print 二嘛？OK。那假如说我今天把这个四我移掉好了，他说我移成18，这样，那就是三嘛？啊，因为。十七大于十八这句判断句是错的嘛？所以它就跑 else 里面的东西啊。然后这些东西可以用一些很特别的操作，这是所谓的流程控制。然后如果你要是等于的话，假如说我 a 等于 b 嘛，这样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句话其实不合理哦，因为我说过。我在前部影片说过，等于它在程式的意思是赋值，所以 a 赋予 b 这句话不是什么，不是一句条件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要说 a 跟 b 相等的话，就是说如果 a b 相等的话，是 a 等于 b。我会解释，就是说在程式码里面，等于是赋值的意思，赋予这个数值这个值。不是等于，而程式真正的等于等于，程式真正的等于是等于等于，就要两个等于。然后所以说，我现在说 a 等于 b，就是说，如果 a 等于 b 正确的话，就输出二；如果不正确的话，就输出三。好，看这样子，就三。啊，如果你不是等于的话，我们可以看结果。它还是会输出东西，但是因为里面有些比较复杂的原因，那我先不讲那我们就先写等于就好了，因为等于在程式码里面，它就属于等于，所以如果 b 等于，所以假如说我今天是十七，它不等于五嘛，所以它是跑20的部分，好吗？OK。他有点说，他这个流，他这一个 if else 被称为一个流程控制，懂吗？就等于说，那 if 一定要存在，然后 else 不一定要存在。假如说我把2.7也可以，啊，那他说我可以把它变成两个 if，然后说 if 的 a 不等于 b，然后不等于
那个 not 啊，就是 for 嘛，否则的那个不等于是不，就是惊叹号，在程式码上都惊叹号，OK 吗？惊叹号就是不等于，就是惊叹号等于就是不等于的意思。所以如果 if 不等于 b 的话，zero 点 print 是好了，顺便。好，那我来讲一下它的流程怎么走。就是说，如果 a 等于 b 的话，print 二，好啊。所以假如说现在是17跟5嘛，所以 a 不等于 b，所以它不会 print 二。好，接下来，所以这个它是会直接跳过这大括号里面的东西嘛，所以它到第二个流程控制，就是说 if a 不等于 b 会 print 四，所以17不等于5是正确的嘛，所以它会 print 四，OK 吗？就像这样，好，然后我会先讲一些很特别的操作。假如说你今天要分辨是奇数还是偶数的话，你想说怎么用 if 来让它那个什么输出奇数跟偶数？好，程式出错的人就这样子嘛。再用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取余数的方法，好，所以就是说，今天我今天是偶数的话，它除以2的余数一定是0嘛？如果是奇数的话，除以2的余数一定是1嘛？所以我们的条件句可以就是在这边诞生的，懂吗？假如说我今天我 a 码的2是取余数的意思，码的2等于0的话。因为 C 要它是，然后说它 C 要是2好，就代表2是偶数。然后如果它不等于0的话，就是如果是奇数的话，我们让它 C 要是，就是所谓的 print。print 一。啊，那现在 A 17嘛，17除以2的余数是1嘛，所以它最后会 print 一。啊 A，然后如果改成18的话，就会变成2，搞清楚。2，好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流程控制，就是你 if 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你不要把它只局限于说大于小于、大于等于，然后还有小于等于这些东西，或是等于等于不等于。啊，其实 if 里面可以做一些运算式，那他说。让他说可以去达成你想要达到的目的，然后我们不要把那个什么 if 里面的东西只限定为什么这句话是对，只限定为说这句话只能塞两个数字什么的，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教所谓的 and 跟 or， 还有 not， 但是 not 其实我们刚刚就有提到 ，not 就是惊叹号的意思，所以 not 我们先。不行，就是说，那我们等下可以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假如说我今天说，if a 等于一和 b 等于一的话，它才会 print 二。如果不 print 二的话，就 print 一。然后我们是说，就可以用 if 里面用一个 and 来连接，就是说 if a 等于一的话。b 等于一，就 print 二，然后其他的就是 print 一，像这样子。但是18跟5嘛，所以一定是不可能啊，一定是 print 一。好，假如说我今天把 a 改成一好了，但是 b 还是5哦，所以 a 等于一，然后 b 不等于一，所以这个，所以 b 等于一。and a 等于一这句话是错的吧？你把它翻成中文就知道了，就它还是会变成一。就这样，那就是你就把它拆成两个条件式看看嘛。他说 b 等于一是错嘛？然后说，
所以和这句话就是说，它两这两 a 等于 b 跟 a 等于一等于 b 等于一都是对的嘛？那再变成二。现在 b 等于一跟 a 等于一都是一的话，要说都是对的话，它就会变成二。好，那说我们改成 or 呢？or 就是说，只要其中一个条件去对了，它就会变成二，或者两个对都可以，好吗？假如说我今天说 b 等于一，然后 a 等于32，好，顺便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二。因为 or 就是或嘛，就是说我 b 等于一或是 a 等于一都会触发它 if 下面的一个条件，就是 zero print 二，它只有一个不会触发的，就是说 b 跟 a 都不等于的情况下，它才会 print 一，像这样子，顺便数字可以随便是没关系，然后 print 一，好呀，然后 not。那是就比较好理解。那是其实在就是在前面说加一个 not，就是在你的条件句前面加一个 not，然后说 if b 等于等于一，然后它的相反，懂吗？就说 b 等于等于一，这句话是正确的吗？是，所以现在是 b 是324嘛？所以 b 等于等于一是不正确嘛？但是那还是把它相反过来的意思。所以就是说这是不正确，这是不正确的叙述。所以你把它变成正的叙述，所以它就是还是会 print 二，因为就是变成这个 not b 等于等于一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正确的叙述，懂吗？哎，就是 not 就是相反过来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看，哦，那。要记得加括号，我看，这是一个正确的叙述。然后，如果他说 I 可以全，其实可以全部连着用。然后你要做出一个很恐怖的东西的话，就是可以这边这样。等于三，然后 and or，然后 a 等于五之类的，所以可以变成一个很长的叙述，好吗？所以里面放的是一个叙述，只要是叙述都可以。然后你语法要正确啊，就是说，然后你的叙述句也可以放括号，放括号可以让你比较好读取嘛。可以说是这样嘛，就是说，如果像刚才我在那个不放括号的话。它就变成说 not b，然后等于一，它不会，它先 not b 以后才会等于一，所以如果你要先加括号，如果不先加括号的话，它就不会先读取说 b 等于一的这个判断句，好吧？然后这个很长的，我可以先不讲，因为这比较难，所以你可以先熟用 not or and 这三个东西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说过嘛，not。在程式中，你可以打一个惊叹号就可以了。然后 and 其实也可以，and 就打两个这个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。然后偶尔打这两个值的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键盘上找到。所以，但是你会忘记或是误会什么的，所以你就是都打 not 或是 and 或 or 这样比较好。这样比较好读嘛，程式码比较好读，而且别人也比较容易理解你程式码在做什么。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else if，好，我们把这些删掉。其实 else if 跟 if 是简单，跟一样简单，但是 else if 如果跟 if 连在一起的话，它就变成一个流程控制，懂吗？就假如说。我先有两个 if，然后这样嘛，
它就是两个流程控制，就是说你读完第一行的时候才能读第二行。啊，如果我先把那个把这个 if 改成 else if 的话，else if 你前面一个也要放一个那个条件句哦。那有说，假如说我今天的第一个 else 它不成立以后，这个 else if 就不会再读到了，对吗？就是应该说。它不成立的时候，它就会再读到，啊，但是如果它前面的 if 成立的话，它 else if 的东西是不会再读到，懂吗？好，不然我们举个例子，假如说我先打 a 等于24，然后 然后 else if。b 等于324，因为上面的一样，然后 serial n，哎呀，我希望会是好看，它就拼35嘛，因为我现在说。a 等于324是不正确嘛，懂吗？因为其实 a 是342嘛，对不对？它不正确，所以它就跑到第二个东西，就像就是 b 等于324是不正确，然后 b 等于324是正确，所以它就喷出325。OK，那假如说我今天把第一个叙述句改成正确的话，说 if a 等于342，它就喷出34。然后它就会喷你34哦，但它不会喷你35，因为它第一个正确以后，它这整个流程控制它就跳出了，它就不会去读 b 等于324这个东西。虽然它 b 等于三等于324是正确的嘛，但是它是后正确的，它是有个先正确，先正确是说 a 等于342是先正确的，所以它就先读这个，然后它正确喷出34，然后就会跳出这整个流程控制。OK 吗？那假如说你想要读两个东西哈，就像我说的，你要把它变成两个流程控制，像这样子，有 if a 等于 b，然后 if b 等于324，OK 吗？但你想要 print 的35跟34都一直 print 出来了，因为它就是两个流程控制。然后就是主要说，其实还有我还有没有东西没有讲到，就是说，其实 else if 下面可以加 else。但是它就变成说一个流程控制，就是说我 else if 跟 else else 对 else if 跟 if 如果有个正确的话，它就会直接跳出。就是说，它是中文翻译，就是说，如果什么什么，然后否则如果，然后否则，懂吗？所以然后 else 记得就是没有判断句，它就是除了前面两个以外的所有东西，它就没有判断句。所以你想叫 else 或不加 else 就可以，都是可以的。它被称为一个流程控制，好吗？然后这样 zero，好，36，好，所以现在是 a 是正确吗？b 也正确，所以它就直接跑 a 而已。因为它跑 a 等于342的时候，它这整个流程它就跳出了，它跳出以后跑到最下面 delay 1000。然后又跑到上面，然后又看 a 等于342是不是正确的，然后又 print 又跳到下面，然后又到最上面，所以这边永远都会读到，因为它就是前面都已经对了，懂吗？这边都是已经对，它后面都被读到。这 scratch 应该好像有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可以试看，假如说我把它变成是，然后是，啊，其实最后就会变成36。它、啊、上面跟这个，哦，那样，哦，我打错，sorry，哦，答案36，因为它 a 等于4是错误，b 等于4是错误，它最后跑到 else 里面，else 就是除了它上述的判断句以外，其他的所有东西，OK 吗？所以 if 差不多讲到。对。
然后其实我可以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，就假如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个只输出十的倍数的话。好，先想说输出十的倍数是怎么样嘛？如果是十的倍数，代表说它除以十一定会等于零吗？不会啊，所以我们可以 if 就可以这样设。假如说 a 除以十等于，它除以十一定会是于零嘛？所以假如说 a 除以十。等于零的话，可以说它是十的倍数嘛。然后其他的 else 就不是嘛？那我们输出35好了，45。然后我们这时候再设一个 b。B 是一好了，然后所以 B 等于 B 再继续加一，所以 B 就12345678910嘛，然后把 delay 改快一点，不然它很慢。0.1秒好了，然后清楚。哦，不是 A 啊，20，这样。哦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三十四的？盯着摸一看，你看，它每十个就会有个34，看到吗？会。所以其实流程炮是可以做很多事情，这只是我其中一个举例而已。34，然后34。好，然后这是 Arduino 生日课，差不多就上到这边了。然后这是非常基础的东西，然后你们只是也是初探而已，所以还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学。然后你们很以后可以如果来加 FRC 的话，可以来学更多东西。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